好了，我们每个传到了一垒之后，请莱恩将这一颗非常重要的球来交给国庆最亲爱的妈妈刘珊妹女士，掌声来欢迎我们刘妈妈。好，稍等一下，我们的所有的伙伴回到这里哦。好的，那么我们接下来最完美的画面，一起用最热切的掌声来欢迎高妈妈投出这颗精彩好球。回到棒球场的队友们，那在这个属于国庆隐退的荣耀时刻，国庆呢把他的成就和隐退舞台呢要来跟我们的好战友们一起来分享。好，那在这个时刻也给最亲爱的妈妈一个深深的拥抱。好，那也邀请大家，我们看正前方，先拍一张自拍照好不好？非常可爱的画面哦。好了，也因为这些好战友，才能让国庆在职棒20年都不孤单。场上彼此或许是竞争对手，但是在比赛结束之后呢，彼此互相鼓励，扶持与学习，才能成就今天的高国庆。好了，那也邀请大家一起看正前方的媒体们，我们来进行一个大合影。